大家好，我是这玩意儿啊。就最近几天，在我直播的时候，天天有人问呢，关于说让我正面回答一下这个关于福岛这个废水的事儿。今天呢，我就正面的回答这些人的问题啊。就你得知道啊，我是一个游戏主播，我不是专家，不是学者，也不是教授，就那么高端的问题。我这智商能回答得了吗？你问我这问题的人，你这脑子里装的是不是大肠啊？啊，怎么能问我这问题呢？当然呢，这个事儿也不能全怪这些人，啊，也不能全怪这些问我问题的人，因为吧，我的确是长得帅点啊，你看我这颜值方面啊，的确看着像博学多才啊，再就是咱那个胸肌啊。比一般人发达点儿，对不？但是呢，大家不要看外表啊，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游戏主播，我就是个玩游戏的。我每天脑子里想的是啥？怎么把游戏打好？怎么研究游戏里的战术？然后逗大家开心，让大家一起打发一下业余无聊的时间啊，让大家在繁忙的工作中，对不？哎。有一个放松的渠道啊，我是想的这个，所以说你这么高端的什么国际化这些问题啊，你得去找那些专业人士。你问我，你不是对牛弹琴吗？所以说这么高端的问题，以后搁直播间别问我了啊，你问问专业人士。